豆腐给大家跳开火车的辣，不要那么猴急嘛，急什么啊，真是的，我又不跑，我又不会跑掉。听说最帅的小哥哥们已经够了，右下角的直播通知哟，大家勾一勾右下角，然后呢上这个高弹窗去我直播间看我跳舞了啊。我是哈尔滨的，我叫一航，一航，嗯，我来给大家跳第一个舞的。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手机用户点点头像橙色，头像名字右边有一个橙色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下面一个舞蹈给大家跳开火车，我找一下那个歌，然后大家点点关注哦，爱你们哟。
哥说要弹窗了，谢谢铠甲哥哥，谢谢铠甲哥哥188。大家跳开火车，上个麦序给你们跳过摩托摇了，这个麦序该跳开火车啦。我的记性好差，你们刚才不点的开火车吗？天哪，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，大家把六六扣起来，我们上车了啊，上车了。
居然有说是真爱就别舞，好，那我不舞。我一边下叉一边跟你们说话，好吧？这样算真爱吗？我一边下叉一边跟你们说话，这样就不用弯着腰了。看一下1963。这回不会说我是套路了吧？这是真爱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爱了吧？欢迎大家来到993。然后这个时间我是本场接麦主播一航，大家喜欢一航的可以勾一勾右下角的直播通知在这里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的时间，我就要回自己直播间喽。那么最后一个舞蹈给大家跳一个小野猫吧。加特林现在不让跳啊！加特林现在不让跳啊！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那就得等官方解禁再说吧。这个麦序还可以，给大家跳了开火车摩托摇就给大家跳了，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个舞了，大家快点勾一勾右下角，然后我要回自己直播间喽。手机握点头上我名字右边有一个橙色的桃心，这样就可以点上关注了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刷到弹窗去我的直播间看我跳舞喽，棒棒的。来吧，小野猫送给你们。